他说了，要结婚。说话呀！你别想不开，这又没叫你嫁给理查德。理查德，提理查德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你认识谁？不认识他。我认识我闺女。 我跟你闺女，那人嫁给那不是理查德，不是他女婿吗？你少女婿，我真不爱听我告诉你。行。哎呀，啥事还告诉我什么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怎么一到你那就完了呢？我这不顺其自然吗？你顺啥了你？哎，咱小嘟嘟好吗？ 我算你最关心的就是嘟嘟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一样。<笑>哎呀，这老头子，我跟你说，你想咋么想？哎呀，你说我能不想吗？谁啊？进来。 玛丽明，这种出版社可不是你们家，搞什么乱啊！这大中午的又没人，你那么严肃干什么？啊！我好心过来看看你，燕儿，你要是不理我，我可坐下了啊！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怎么样？挺好。结婚了。 去你的！哦，有男朋友了。没有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呀，准备给你介绍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男的还是女的呀？你说男的女的呀？我给你介绍女的管用吗？嗯。对，燕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别看包，你先别看。 那个，你姐走的时候专门嘱咐过我，希望我能够关心你，照顾你，爱护你。行了，谢谢了，我用不着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这男的呀，条件特别好，真的，而且没孩子。你住嘴！你还有事儿吗？哎，燕儿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没事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不想认识什么人。你听我跟你说完了以后，你再否认行不行？哟，啊，有客人是吧？不是，他是我们家原来一邻居，没事，你们聊。 我上隔壁屋待会儿去啊！哎，别，他这样走呢，那行，那你走吧。
哎，那个，要不你送送我？好吧，走吧。哎，燕儿，外边挺冷的，穿件衣服啊。啊。走吧。啊，再见啊。哎。行了，再见啊。哎燕儿，你听我说两句话呀。什么话呀？我跟你说话你就不看着我呀？啊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傻啊，嬉皮笑脸的。好，行，我不笑。咱俩总不至于是敌人吧？啊，我知道呢，你心里面对我有意见，对我有看法。可是燕儿，我原来跟你说那些话呢，都是发自我内心的，都是我真心话。我绝不是有意当着你面跟你说好话，真的。我更没有欺负你的意思。我就是觉得呢，咱俩挺亲近的。然后我心里有什么想说的，我就稀里哗啦全说出来了。真的燕儿。而且像咱们俩现在这样的人，我觉得越来越少了，没了。别说这么好听了。不是燕儿，你没明白我那意思。我是说，我真的觉得，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面，像咱们俩这样能够交心的，或者那种我自己有什么心里话能够互相彼此交谈的人，真的越来越少了。我说过我喜欢你，我现在也是这样。我不想听。行，那我不说。燕儿，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。我呢有一个朋友，自个儿开了一家小公司，积累了点资金，我觉得人不错，挺憨厚，挺朴实，也挺善良的，我觉得你们挺般配的。你心里有人了？没有，我也不想。那行，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别恨我。干什么呀？马黎明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明白了不少事儿，好像成熟了不少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孙俪，可你们不能在一起，也许这辈子都不能在一起。我真心的，非常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遗憾。你曾经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不会错怪你的，可我也不会上你的当。谢谢你关心我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事儿还是应该我自己处理，你说呢？那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老孙呐，你快看看你这宝贝闺女吧，太漂亮，跟个仙女似的，你看。老孙子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吧，看看照片不咬人，听见？不看呢？不看我自个儿？哎呀，你看这动不动？哎，你这拿给我看看呢？哎，你看看，你说，像个小先生穿的玩意儿啊？那个小燕尾服穿的，你看那小小领结。长大了。想了，多好，我跟他妈照的时候。走的时候，走时候才多大？到你，走时候才到这会儿。现在这个子，到他妈哪儿是？就是啊，你不知道你自己胸前样子可吓人了，那次吓死我了。
你说的是不是那次在公共汽车上啊？就是一男的特别不讲理，对对对，不肯让座，为了那小女孩嘛。没错，那小女孩特可爱。是啊。好好记得小女孩后来还给你是念歌谣还是不诗，对对对，念诗来着，对对对，那小女孩特别可爱啊。哎呀，我来吧，我来爸爸。哎哎，乐乐有事啊？乐乐干嘛呢？家里的事儿大家没说好不好？嗯，不理我呀？在玩什么游戏啊？爸爸对女儿说，这是咱们的家，不能让狐狸进来。女儿说，要是他进来了怎么办？妈妈说，你就替他狠狠地给他踢走。那乐乐告诉我，哪个是妈妈，哪个是女儿啊？她是吗？她是女儿。赶紧把狐狸赶走，把大门锁好，用一把大的锁。哦，大锁呀，是大铁锁吗？啊，爸爸！哎，爸爸！哎哎，哎呦，好闺女，来抱抱抱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叫爸爸？嗯，进口。花树林，我问你，狐狸来了怎么办？你瞎说，什么狐狸？好好玩啊，啊，乖，听爸爸话啊，好好玩啊，啊。爸爸。哎哎，干什么呀？瞎闹啊！再闹，爸爸就打屁股了。打你。那行，打打爸爸打，别闹了啊！一会儿饭做熟了，咱们一块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跟那小弟弟小妹妹玩好不好？嗯，抱得亲口。嗯，好孩子。坐吧。哎，扎好了呢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爸爸。哎，不说好了吃晚饭吗？狐狸还是自己要赶快走吧。哎，就不该挨踢了。小孩的话你别当真。爸爸。哎，去吧。哎哎哎，你还是留下吃晚饭吧啊！爸爸，哎哎，去吧啊！爸爸，哎，别管了，爸爸，爸爸，干什么？爸爸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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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、啊，我就觉得得这么想。你说现在这么大岁数，谁还能没孩子？这都是独生子女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是啊，再说了，你潘乐那么小就没妈了。也怪可怜的、啊、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，所以你也走都走了吧，又转回去跟他们一起吃了饭。哎，他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？他给我做，我给他做还差不多。那你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也好吃不了。怎么了？那孩子说了，宁可吃酱豆腐咸菜也比我的菜好吃。哎你说潘树林、嗯、老说要打那孩子、嗯、一个手指头都不敢碰，真没想到他那么坏的脾气居然让他女儿给搬过来了。不对呀、啊、他打的孩子？不，没有，真的他打，我看见过。没有的事儿，他才不敢呢。哦，呵呵，我知道了，他呀那是啊怕你嫌他脾气不好。哎，那以前你不就嫌他这个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小帽子好玩哎！嗯，哟，真好玩，这小姑娘戴上一定好看。
笑什么呀？就我刚才猛一下看见你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你做梦似的，好像一下就回到过去了。以前我不是老在胡同口等着你吗？真跟做梦似的。你先过好吗？哎，就那样。你要吃点什么？我不吃，我是来给我儿子买奶昔的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你都有儿子了。哎呦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，真是太好了，如愿以偿啊。那孩子谁带呀？在我父母的。挺好。赶快去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去买吧。有事儿啊？忘了问了。挺好，挺好。你是不是想问我结没结婚呢？还没呢。保重啊。行，还有事儿啊？有，就是大后天啊，咱们小学同学有个聚会。啊、哦！欢迎光临这边，请坐。我还以为你也想给我介绍对象呢。那在谁家呀、啊？李万里他们家。李万里。啊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长得就跟忘长五官了似的，是那个。到时候去吗？嗯，到时候见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再见。往事不堪回首，怎么回事？哎、你还记得那个？是、啊、是。你还记得那二嘎子吧？啊啊！哪个？哎呦，哪个？就那二嘎子，有嘎巴拉叽的那小子。怎么？我跟你讲啊，那小子我记得干嘛来着？对，那数学老师啊，特恶特狠，稍不及格，非打即骂。对，后来其实我怎么着？我们过着法西斯般的生活。这小子就模仿这老师，什么？这个无理啊，就每天，然后还画了一图，画了一什么图呢？画一老师特丑恶的那，就是那个，怒发冲冠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把这纸啊塞哪儿了？塞那个那桌子底下，结果被谁呢？被那叫王小红那女孩吧给发现了，发现就拿这纸啊，然后就报告说老师，你看这有人画你，结果就查全班查。又查什么查谁呀、啊？是吧？这小子原来是二嘎子，后来你猜怎么着？学校要给他处分。后来说问我是不是他画的，因为我跟他坐隔壁啊。对啊。我说好像不是吧。对啊。后来你想，这小子谢了我一辈子，见面一提老提这档子事儿，我说别提了，要不然这处分呢，我替你背了啊。然后你就淡了。你说这老师最后呢？对，好像是一个画一遍，太惨了，我没干点，干点他没。哎，志哥，赶紧跟我就坐这儿吧。来来来，你坐这儿去吧，没事。来一块儿走，一块儿走，一大口，一大口，喝一大口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没事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早练过。来，我怎么觉得你学的有点弱？说就行了，每人都能说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吐了就好了。这点酒喝的。胃里难受吗？哎，现在好多了，我待会儿就好了。
是不好意思。你知道吗，孙杨？我老婆是个母夜叉。乐了，真真脾气坏透了，动不动的摔盆大碗掉脸子骂人，一句温柔的话都没说。真的，我现在想都想不清楚，当初我是怎么了，我怎么跟这么个人结婚。你也别这么想，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呀？他缺这个缺那个，他不还给你生了个儿子吗？我知道，我儿子可怜呐。他有病。是吗？什么病啊？哮喘，生下来就有，三天两头跑医院。有时候犯病的时候，那孩子根本不能平躺在床上，就是我这么抱着他，他靠在我胸口上，一坐一醒，一坐一醒。你听着他那小气管里呼噜呼噜那声儿，我真是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你也别太着急了。啊，我听说好像是因为过敏，需要打一种针。长大了就会好的，都打过了，没用。我老婆心里烦呢，就拿我撒气。我现在真是知道了，这女人到底有多可怕，一点我都不想见她。不瞒你说，有的时候下了班，我宁可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，我都不愿回去。要不是说想着我儿子可怜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想想怪没意思。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别别别，你可别这么想啊！你是不是有点笑话我了？怎么会？其实我也想，哎，有什么呀，凑合过吧，不就是个老婆吗？愿意说说，愿意骂骂，给他个耳朵听着呗。真的，我现在真的变得快差不多了。我孙儿，说句心里话，还是你心眼好。当初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干什么呀？不说了。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我得接我儿子去。哎，那你赶快去吧，我没事了。来，孩子哪儿啊？哪个幼儿园？往那边一走就是。哦，在那边啊。啊，那咱们那儿顺路。哎，谢谢谢谢。那我跟你一块去接孩子行吗？能行吗？能行。那好。水壶。哟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没关系。药吃过了，但是觉没怎么睡，还是喘得厉害。我看呢，如果我们说话可太快了，我们这孩子多也管不了。行，今天太麻烦了。哎，再见啊。下雪了，还真好看。孩子行吗？是。其实像我这样，还不如单身呢。说心里话，我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吗？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潘树林吗？我记得，怎么了？他爱人得癌症去世了。是吗？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车师傅告诉我。那你们之间还是有联系是吧？哎，别多心啊，我就随便问。是，我们现在还要联系。我去过他们家几次，他现在有个女儿，3岁多了。你来拿吧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一说话，你又说我小心眼儿。那，你打算跟潘树林结婚吗？我也没想好，我有点怕他那女儿。怕是怎么回事？也不能说怕吧，反正有点担心。我去他们家几次，女孩理都不理我，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小小年纪可厉害了。心眼儿，要我说这事儿，你得考虑清楚了，不能轻易就走了。我就在劝你。怎么了？给别人的孩子当后妈，没那么简单，少有不闹矛盾的。也有吧。都是听人家说呗，谁见过呀？反正得有一个人受气，不是你就是孩子。我觉得我不会让那孩子受气的。那你就自个儿忍着呗。我算是弄清楚结婚是怎么回事，为了什么。晚喽，明白也晚了。那你说结婚是为什么呀？结婚嘛，你总得比一个儿子过得好吧。你说你结了婚，比以前更委屈了，更憋闷了，得不偿失嘛。不如不结。是我这辈子得到最惨痛的教训了。这事儿你自己想清楚了，到了咱们这岁数，犯不起错了。我不会的。不会就好。不会就好。我骂一会儿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行。你回去吧，这儿挺冷的啊。明儿行吗？行，习惯了，没事。来，东西我拿着。别着急，会好的。回去吧啊，来，跟阿姨再见，跟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回去。咱俩头一次见面，好像也在这儿。嗯，啊，就那边那条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咱们还一起看过音乐会是吧？对，你还睡着了。对，想起来了。还打呼噜来着。对对。哟，你女儿干什么呢？乐乐，小心点啊！
这女儿也就听你的吧。嗯，对。那以前呢？是跟他妈亲还是跟你亲呢？跟他妈亲。现在住他奶奶那儿习惯吗？那没办法呀，我平常工作太忙了，照顾不了他。长得挺漂亮的，眼神挺像你的。就是皮肤黑一点是吧？也没有。呦呦，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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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脖子都弄脏了啊？阿姨给你买的，来戴上啊。怎么了？哪能记事儿啊？啊，爸爸疼。过来戴上。爸爸疼。过来，我非让你戴上今天。戴上。我别这样的，别戴就算了啊。别哭，别哭了。我跟你说，别哭了，闭上嘴，闭上嘴，行，别哭了，啊，闭上嘴，别哭了，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？别哭了，你别说他了，别哭了，哭什么呀？我走了，你看看，阿姨都走了吧。别哭了啊啊！啊，你给买的围脖多好看啊！经理回来啦！听说你特爱吃冰激凌是吧？是啊。来。上班时间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吃吧，吃吧，啊，想吃就吃。爸，嗯，行，嗯，给。吃，凉凉歪歪的。吃吧，刚削好的。我吃。那好心没好报的。啊，好。是我自己吃。你先吃啊，等我待会儿再吃啊。爸，嗯，你说，嗯，有事儿啊？你说我和我姐是不是不一样啊？不一样啊，哪有俩人一模一样的？我是没她命好啊。谁说的？我就这么觉着。瞎说啊！你是不是现在还是一个人？有时候就这样想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有时候心里挺难受的。哎呀，玲儿啊，爸爸给你说说心里的话。感情的事儿啊，怎么呢？我和你妈呀，也有感情不好的时候。我和你妈呀，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，觉着合适呢，就结婚了。没谈过恋爱呀？应该说没有吧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这不是支援边疆去了吗？这一去就是好几年。哎呀，人啊，长时间的不在一块儿，感情啊就会淡。你妈觉得我有外心。哎，燕儿，你觉着我和你妈现在这感情怎么样啊？那您那时候有没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呀，感情这个东西啊，就像干柴烈火，烧得旺灭得也快，有时候把人都烧了。哎呀，我觉着啊，要说感情
那就得像我和你妈这个样子，经过岁月的磨练，慢慢的就给摸出来了。想什么呢，丫头？没想什么。哎，别瞎想啊！你还年轻，日子还长着呢，好日子在后头。你去接去。嗯。哎，行了，那什么，我去接了。哎，嗯。啊，哎，是小丽啊。哎呀，啊，我是爸爸啊。我挺好的。哎，你妈也挺好的，小燕也挺好的。哎。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我和你妈、小燕，我们都很挂了着你，啊，都好就行，都好就行。哎，这爸爸妈妈放心。哎，哎，放心。哎，哎，哎，小丽，你等一会儿啊，让小燕给你说话啊。来，快点，小燕，和你姐姐说几句话来。等等啊，哎，小燕来了。喂，哎，姐。啊，没有，哪忙什么呢？嗯，啊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你好，我找一下你们经理。您贵姓啊？我姓孙，孙燕。您预约了吗？没有，孙丽叫我来的。孙丽？我不太清楚。你不知道孙丽是谁？你是这个公司的吗？我是啊。那你知道你们老板姓什么吗？我们老板姓马呀。行，那我就找你们马老板。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有事儿了，干什么？抱歉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那行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们老板的老板叫来检查你们工作的，听清楚了吗？那好，请你等一下。喂，经理吗？有人叫孙燕的，他说是你的老板。不是，是他老板的老板。喂，马立明，我孙燕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赶紧回来吧，我在你办公室呢，赶快啊。嗯，哎呀，稀客稀客稀客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，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来了啊？那个宋佳，你真不像话，怎么把客人让坐这儿不上的我办公室去啊？来来，走走走，去我办公室啊。走吧走吧，快点泡杯茶啊，快点坐嘛，大奔椅。哎呀，咱们真是有日子没见了啊，今天怎么有空想你到我这儿来了，孙老板。嗯，我才不是老板呢，你不是才是老板的吗？嗯，马老板，我说错了。谁说我是老板呀？你们秘书小姐说的呀。哈哈哈哈，他这跟你开玩笑呢，给我吧，喝水啊。说句心里话啊，我还真一直惦记着你呢，还一个人过。那个没你事了。你们这小姐架子够大的。不过也是啊，现在的小姐嘛，不都这样吗？那个燕儿，为了弥补我们的错误，来，我给你献上一杯香茶。哎呦，我可受用不起，你赶紧站起来吧。哎，马立明啊，你们墙上这黑不溜秋的画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咱们公司的标志啊。
你看这是一个狮子的脸，这是俩眼睛，创意不错吧？你们这狮子怎么画的跟你似的呀？什么意思啊？虚头巴脑的。你看你把我给说成什么了啊？马黎明，可不是我想来的，是孙俪让我来的，他让我检查检查你的工作。啊，可以呀、啊、可以啊，你想怎么检查，想看什么？嗯，什么都看。嗯哼，嗯哼，怎么了，不满意啊？哎呦呦，不敢不敢，我哪敢不满意呀、啊、我是给你们打工的嘛，我是一个打工仔、哎、得了吧马黎明，这才不是你真心话呢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一直野心勃勃的，做梦都想当老板，为了挣钱什么你不敢干呢？燕儿啊燕儿啊，你现在怎么也变得尖牙利齿的了啊？我一直都这样。怎么样，现在生意好做吗？现在啊，咱们公司呢还属于开拓市场的状态啊，你呢得跟你姐，就是咱们的孙大老板说一下。没事没事，你要跟你姐说一下，不能急，这个钱呢不是那么好挣的，而且呢我现在还得考虑一个问题，也许我不应该跟理查德合作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跟你姐的关系你是了解的，但是我真的挺担心的，我觉得她有点变了。怎么了？她今天叫你来，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我吗？啊？当然了，幸亏她这个妹妹不像她似的那么鬼精鬼精的，而且老多疑。那也得看有没有事儿值得怀疑啊。行，燕儿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你说我马黎明到底是一好人还是一坏人？走着看吧。你们会计在吗？不是，说了半天你真要查我的账啊？当然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查账没问题，不过今天可能不行，我们那会计啊请病假了。真的？要不要这样，现在正好到饭点了，咱们去吃顿饭好吗？我请客。啊？不吃。哎呦燕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绝对不是贿赂你，好久没见了，真的想请你吃顿饭，咱们聊聊天。走吧。啊，走走啊，我给你拿着包，我给我们孙大老板拿着包啊。你想吃什么？一切在我